好吧，我承认是不错。那里有一家 Apple Grill 还不错，试试。一个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帅男人推荐的。拍照狂魔。没多帅，欺骗大众。哎，有照片没有？这两天一直听你弟说没见到人，心痒痒。当然不会骗你，要我是女的，一准看上你。一般，普通人，我弟夸张。你实事求是行不行？对呀，实事求是，不许带个人情绪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是不错。幼稚。那里有一家 Apple Grill 还不错，试试。孟小天，你忘了人家也能看见了？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呀？我也忘了。那我这前面，哎呀，没事，你又没说他坏话。再说了，你刚才不是夸他了吗？哎呀，我真的一点都没想起来。还真没事，林哥人多好呀。太牛了。还真没事，哎呀。我不说话。看人呢。你无不无聊。喂，是我，帮我去招待两个小朋友，我临时有事，顾不上。你帮我把他们照顾好，我帮你去一次，这是交换条件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